这场选美比赛也太精彩了，女孩们在台上各显身手，有的在上面翻跟头，有的在上面变魔术，甚至还有扔飞镖。这个人就是乔蒂的姐姐，当她看到乔蒂身边的空位时感到很奇怪，用眼神询问乔蒂怎么回事。乔蒂为了不让姐姐担心，没有说出实情。比赛结束后，当乔蒂带着肚子疑惑找到转学生家时，发现这里正举办派对。转学生一见到乔蒂就马上和他道歉，表示是自己准备派对太忙，忘记了和他的约定。这时又有人来找转学生合影，转学生立马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乔蒂终于明白，比起喜欢自己，在派对广受欢迎才是他喜欢的。乔蒂回到家后就把自己关起来，父亲在门口不停呼唤他，他也没有开门。最后爸爸在楼下弹起了钢琴，乔蒂走下楼静静依偎在爸爸身边。第二天，邓克斯拿着一份礼物鼻青脸肿地找到乔蒂，乔蒂询问他的伤是怎么回事，邓克斯却怎么也不肯说。乔蒂拆开礼盒，发现那是一双45码的高跟鞋，乔蒂低落地说自己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穿。邓克斯却一点也不在意，安慰他说以后你会遇到比你高的好人，他会非常喜欢你，当他邀请你去约会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穿上这双鞋，这就是我给你以防的万一。当晚乔蒂就收到一段视频，这时他才知道昨晚他离开后派对上发生了什么事。转学生在校花的鼓动下开始大肆嘲笑乔蒂，表示自己怎么可能会看得上那种人。这时邓克斯举着箱子砸了过来，之后开始和周围的同学诉说乔蒂的优点，场上还是有人拿乔蒂的身高做文章，邓克斯就毫不犹豫一拳砸在他的脸上。乔蒂这才明白邓克斯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。第二天就是学校舞会，转学生最后和校花组成了舞伴，但转学生却兴致缺缺，昨晚他说完那些话就后悔了，其实他早就喜欢上了乔蒂，但已经晚了。就在这时，乔蒂踩着邓克斯送给他的高跟鞋，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头发高高挽起发髻，他的气场非常强大，所到之处都让人自动退让。乔蒂径直走向舞台，拿下话筒对所有曾经嘲笑他的人说，也许在你们眼里我是个怪物，但事实上我不仅是十级的钢琴演奏者，还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，尽管取笑我吧，给我取绰号吧，问我上面的空气好不好，因为上面的风景真的很好。所有人面面相觑，闺蜜第一个跳起来为乔蒂鼓掌，紧接全场响起了掌声。乔蒂走下台拥抱闺蜜，就在乔蒂离开后，转校生追了出来，希望乔蒂能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乔蒂微微一笑，表示他的确想要重新开始，但不是和你。之后乔蒂找到了邓克斯，这一刻他终于知道了男孩的心意，表示愿意试着和他交往，但前提是他要扔掉盒子，因为从没见过谁带着箱子去上学。这时邓克斯把箱子放在脚下，然后自己站上箱子，终于比乔蒂高了。为了这一刻，他已经等了足足10年。